周选一千，最好听的中文歌曲一千档，哪一首歌曲才是众望所归？第一季。有时候，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第二季。三届，我的家收藏，我的欢喜悲伤，只要点燃希望，梦就会自由飞翔。第四届，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。五届优选一千，2017冠军歌曲，敬请期待，锁定 UFM 103，震撼揭晓。